一中天乘风破浪，网络热搜台湾年度三十件热门新闻事件中，中天拿下23个事件在 YouTube 观看次数第一名。疫情追踪上，3+11破口，本土疫情爆发及高端疫苗争议，中天新闻 YouTube 频道观看次数第一名。两大党话题，四月民进党涉黑事件，九月国民党主席选举，中天新闻、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观看次数第一名。重大社会突发事件，高雄城中城大火46死，虎豹潭意外，玛莎拉蒂恶少案，中天新闻 YouTube 频道观看次数第一名。转型到网络后的中天，仍专注做好新闻内容，获得广大网友肯定。有中天，有真相，重大事件看中天。